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。那么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超级超级炫酷的，来自于我们的迪士尼 Frozen 冰雪奇缘那个女王艾莎，超级逼真的一个艾莎的一个娃娃。那么这个娃娃呢，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呢，就是在于它会唱这首歌 Let It Go。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呢，是和我们在冰雪奇缘当中呢是看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听起来也非常的逼真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喽。适合于我们8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，在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 LED 闪灯的一个造型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，看起来呢特别的美丽，这个艾莎。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听一下它的这个声音，不知道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呢。它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唱这个 Let It Go， 因为我们刚刚是按了一下它的这个按钮。然后我们的艾莎呢，它还其实会当你就是在这个晃动或者是转动的时候呢，它还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一个声音。我是觉得他从他这张脸上来看呢，我们的艾莎是超级超级的美丽，长长的这个眼睫毛，然后辫子也是非常的长，金色的大辫子。然后他的这个胳膊呢，也是可以这种旋转的胳膊。好啦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，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写下你们的留言。然后我们这个娃娃呢是在网上订购到的，它是在网上亚马逊。如果小朋友感兴趣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看看周围的这些玩具反斗城啊，或者是问一下爸爸妈妈能不能在网上订购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娃娃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在这边会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，也非常的简单，可以去玩到它。好啦，希望能够喜欢咯，不要呢点赞留言和订阅，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